我想不管是郭董也好，不管侯市长也好，不管我们大家都有共同的信心跟共同的决心，就是我们一定要团结努力，共同面对2024的选战，然后我们一定会支持最后我们征召的候选人，这是不断的宣示。那我们也不会相信任何见缝插针或者想要破坏团结，所有大家团结的力量共同来努力，任何破坏团结的事情我们都不要做，我们最后一定能够团结胜选。我们随时都保持密切的联系啊，不管是郭董，不管是侯市长，那侯市长现在都在忙着市政总咨询，那郭董呢最近有很多重要的活动，但是我们都还是保持密切的联系。我们最重要就是大家一起团结努力。我想下个礼拜是非常重要的，我们下礼拜就会推出我们最强的候选人。